解密一下这个来自四维空间的神奇盒子。注意看，打开黑色的盒子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小盒，把红色的盒子打开，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小球，但是把红色的小球拿掉之后，再把黑色的盒子给它盖起来，盖到红色的盒子里面去。有请平行世界的人类帮我放一个小球进去。好，黑色的盒子里面就会凭空多出一个蓝色的小球，把蓝色的小球拿掉，红色的盒子盖上，套在这个黑色的盒子里面去。再有请平行世界的人类帮我放一个小球进去，这个时候红色的盒子里面就会变出一个黄色的小球。好，那么这个魔术是咋做到的呢？到底有没有存在四维空间？好，其实存不存在我不知道，但实际上这个小球是我提前藏在里面的。再盖起来，这里藏一个，这里面有两个，拿掉这个，这个盖起来，再重新打开的时候就会变出一个红色的小球，再把黑色盖起来，盖起来，再打开的时候就会变出一个蓝色的小球，你看懂了吗？